欢迎回到乐土二，是一个哦，原来我家是这样子的设计哦。欢迎回到乐土二，一早起来就听见库鲁讲伸懒腰的声音，真是令人身心舒畅啊！我们可以升级我们的装备，把我们的装备变成心智装备，感觉很猛哎！有了全套勇者套装。我们需要附魔吗？把保护附魔在我们的装备上面，需要吗？还是这是一种很浪费的行为？瓦嘎奈，吓我一大跳，吓我两大跳。Enderman， 不要这样子吓我。如果是去地牢的话，那火把是不是很重要？我们需要先做战前准备，还有我们的武器已经坏了四分之一了。需不需要再做另外一个？先做另外一个备用者好了，毕竟我们现在还没有钻石。这个世界的钻石叫做什么啊？糟了，我把那一本书放在家里呢。做一大堆火把，六十支火把。我不觉得我会把六十支火把用完，就这样子吧。走，出发。食物也带够了，武器也带够了。威比猪，不知道跑去哪了。没关系，我听听。哦，你在这，小心啦，很危险欸。他都在跟自己过意不去。走，我们今天出发，前往今天的第一只怪。哇！我砍得到你。这时候，治疗书。刚为什么发生爆炸声？这样子我的饥饿度就不会掉了。帮我们知道在补血的时候啊，很容易掉饥饿度，所以哦，好危险。所以要是你马上用治疗书的话，就可以省一点点饥饿度了呢。好，我们要学会很快的释放这个法术。那我们把这个放在二，把这个放在三。好，学会了，像是进阶版的 Skywars， 真好。走，我们的桥在哪里？我已经有点忘记了，好像是在这附啊。我们升级了我们的镐子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挖你了，家里后院的也可以挖。你是什么矿物啊？果然是金矿，太好了。挖完了吗？跟他洗油。好，我们要走到。这里，这是我们的桥，我们要下去耶。我们可以垫下去吗？哦，穿的装备很猛耶，可以吗？非常怀疑。总觉得不行，可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挖下去。我们这边就可以做一个秘密通道，稍微改造一下，我们就可以下去了。这算是近路吧，不然我们还要绕好大一圈哦。行，好，让我们的视野宽广一点。哦哦哦哦，这边很危险呢。哦，是巫婆丢了药水，丢了中毒药水。这个家伙，哇、哦！撤退，撤退，撤退，撤退！阿神撤退了。治疗，哇，有魔法阵哎，就是你坏，哇，需要好久的时间哦，这地方非常非常的危险啊，还有六秒，还可以释放吗？不行，二十五秒怎么那么久？四十五秒怎么那么久？可以了吗？释放，哇！不过来了，天哪，好危险哦！等等等等，等等啦！哇，怎么那么多怪物啊？太多怪物了吧？好，我们需要放一下我们的。哇、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吓死了，吓死了！这地方真的是危险到一个歪头。这就是地牢了吗？我攻略地牢了吗？
感觉不像是啊，感觉只像是一个平台而已。也许前面还有吧。我们先来采一点矿好了。刚在这个地方有看到一些虎鳞石啊，一些新矿，好危险哦！你看我的剑剩下一半了，总觉得还没开始呢。我想把这个栅栏放在这里，不想让它在我身上。这边还有别的东西吗？刚刚好像我看到，是在这附近吗？还是我看错了？可能是我看错了。哇，吓到我了！讨厌从后面来，要么正面上我，要么不要来。接住，接住。真是伤，满身是伤的阿神。哦，解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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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一只，擦火把，封印。要求这个地方够恐怖哎，还有啊。前面还有一只，好多只哦！释放技能，哇！释放技能不能够动，哦，好危险，好危险！太多只了，太多只了！他的是附魔弓箭嘞，退一下，退一下，退一下！哇哇，这地图好难哦！哇，这是地牢吗？我找到地牢了，宝宝们，哦，你怎么跟过来了？哇，你们好凶哦！释放！哇，前期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用哎！你们看看我，我的眼睛好痛哦！我已经十五等嘞，真好。还有怪物吗？先把这附近 ……Oh my gosh， 这地图！骷髅弓箭手也太多了吧！地图的骷髅弓箭手真的是一个多到不知道怎么讲哎。封印了吗？把这附近都点亮了。好了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那边有个神秘的宝箱哎，先把这只蜘蛛解决吧。解决了，好，我们可以开心的挖矿了，太好了。漂亮，我就是喜欢这种干净的感觉。那里有太高了，我就不踩了。这个神秘宝箱我还是没有勇气去打开它，欸，还是没有勇气。好了，我们要进攻地牢了。 Oh my gosh， 来吧。先点亮，行，出来吧！我解除你们的封印。哦哦哦！哇 ，nice！ 哇，刚刚那一招，刚刚那一招，漂亮哎！哦，还有个幸存者，总觉得刚刚那一下很漂亮。再来，再来，骷髅弓箭手。哦，他们打谁？右边有一只 creeper， 听音辨位。对，右边有一只 creeper， 我们可以让它爆炸吗？有意义吗？那只弓箭手好烦哦！哇，我们现在不能够动，可以动了，可以动了。行行，哇，他是怎么背对我，背对我射我的？
很 OP， 这边有宝箱，我们全身上下的都是剑了。我太多 creeper 了吧？这些弓箭手，我讨厌你们，讨厌你们！我不行，吃个天没，我们的剑快坏掉了，随时备用着。幸好我有做第二把，备用在这里好了。等一下再确认宝箱里面有什么东西，我想先把附近清空。Nice， 一个 combo， 可以吗？还不行。巫婆，我最讨厌的生物。哇，解决！哇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封印解除。哇，还有地下室哦。等等，再下去好了。先来看看这里有什么东西。一个宝箱。出战胜利。第一层啊，第一层出战胜利。一些杂七杂八，这是什么麻呢？我是有看到几只马，然后苹果跟烈焰感，这个放在里面，这应该不需要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另外一个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。荧光石粉、火焰弹、帽子不用，这个坏掉的弓也不用，帮你整理整理。Ender Pearl 哎，我们可以换掉什么呢？感觉都很重要哎。那你先放在这里好了。你们先在这里，不要乱动哦。还是我们把石头拿掉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外面看到亮亮的吗？这感觉可以装饰。这样子好。这是什么？魔法飞弹？我刚刚没有注意到这个哎。我刚以为是一般的书。召唤元素魔法飞弹，攻击周遭四名敌人，造成短暂伤害并且晕眩的效果。这感觉好猛哦。可恶，我好想这个，可是我要拿掉什么？盐巴。不对，这个是塔，这感觉很酷，我要试试看，迫不及待了。有个敌人，两个敌人，来喽，魔法飞弹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棒们，你没有看见吗？直接肃清，好猛哦！浮雕石，哇，尖刺陷阱，幽灵眼，哦，兔子蛋，感觉好多好重要的东西。哦，地牢方块，这个是什么？营地牢墙方块，它是墙是不是？青苔石，烤甜梅，好强哦，真的有点厉害哎。冷却时间已经结束。这个不要。幽灵啊，这感觉比较重要，感觉都很重。Oh my gosh， 玻璃瓶，兔子蛋。我眼睛要睁大一点。见识，暂时不用。好，这样子，再去看看一个宝箱。哦，好多东西哦。Oh my gosh， 兔子蛋，三颗兔子蛋，好多腐肉，鸡蛋不需要，琥珀。感觉好像曾经在哪里看过琥珀这个东西。木头、苹果、木头好了，木头、心锭，这个暂时不需要。木棍、起司、空白地图，地图，我可以看地图吗？看一下地图好了，看一下，没有用 ，useless， 这地图没有录用。好，那这样子应该就行了。我们还可以再带一个东西耶，木头吗？不不不，琥珀才对。好了，满载而归。我们还有，对，我们还有箱，哇，更多箱子。糟了，必须回家一趟。我们必须回家一趟，择日再来，择日再来。哇，这个地道好棒哦。这个魔法书好棒哦！我这个魔法书就无敌啦，超强的魔法书，小怪直接秒掉哎！这里上去是哪里？这里上去就是回家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回家吗？现在外面是晚上。我记得没有错的话，这里应该是可以到村长
家，对不对？有点暗哎、欸，我觉得这里应该不是村长家，里长家。不，我们还是走那个地方上去好了，总觉得这个地方异常的危险。那如果绕另外一侧呢？绕另外一侧的话会到哪里？现在好奇宝宝作祟。我先跑了，塞奥娜娜，东西还没有长出来，是 Enderman 欸，小鸡欸，哇哇哇哇哇 ！What the heck？ 我想试试我的魔法书了。Oh my gosh！ 这地方超棒，这魔法弹，哎呦，弓箭手，我们回来了。先补个血，补个血，然后吃个烤天梅，帅耶、欸！我们先卖掉一些东西好了，蜘蛛眼可以卖钱，好耶、欸！今天是大丰收的时间哎、欸，鸡羽毛可以卖钱，我快有一组嘞、欸，骨头，我想把骨头留下来，我想要让它变成骨粉。腐肉可以换，超有钱！这个3块钱 ，Oh my gosh！ 后面不能够哦，琥珀，可是总觉得26块，总觉得你很有用，我觉得不应该卖给你，我觉得啦。那我们看一下钻石是什么书？魔法世界，看一下好了。这个世界里面的钻石是。让我看一下哦，躺桑石，所以躺桑石就是这个世界里面的钻石。外面都是骷髅弓箭手的声音，哦，他进不来哎，真的是好帅哦，而且能用100次我都不会觉得腻，帅到爆炸，帅到掉渣。这边有只小鸡，好了吗？回家了。是 Enderman， 我们的家是往这里走，没记错的话，要绕到这一侧有小溪河流的地方，有马哎、欸、，Hello， 改天见，有驴子、欸，嘿，总觉得回家的路好远哦，要跑好好远好远的路，我之后想做一个铁轨，我们之后有一集要来做铁轨。让我可以一次直接搭到家里，我好高，差点直接跳下去了呢。我们活来了，而且这个蓝蓝的石头，不会就是钻石吧？我那边有一只 creeper， 我不想让它出现在我背后。解决，这个不会就是传说中的躺桑石？感觉很像耶，真的是躺桑石。好耶、欸、好多、哦、我们有钻石了 Oh my gosh， 那我要做什么钻石铠甲吗？还是钻石我家居然升怪，还是你是原主人啊？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也。嗯，好吃，树长大了呢。嗨，树长大了，我们先来整理包包吧。我这个人不喜欢把动物关起来，我是采放牧制的，所以呢，我要让你们自由从蛋里面跑出来。我们有一只小鸡，3只兔子，可爱的兔子，还有一只野猫，好快啊，跑走了。灰比猪，你怎么进去了？哎呦，你想要做客吗？那你就待在里面吧。啊！No! No!